哈哈，我们住酒店了，第四天房车就破防了，没有坚持下来。昨天说了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噪音，这是其一；其二呢是这两天上厕所啊什么不方便，还有呢就是到了这个伊宁这一块就比之前几天就更热，然后我们昨天旅游的时候就大家都出汗了，想找个地方洗热水澡，所以就住酒店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？是的，是的。老屁股对我嘞。走了。好，这就是新疆酒店家庭房一个情况，这是两百几，220，210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出发了。昨天不是说弹尽粮绝了吗？所以今天早上出发之前就在附近。我们这个地方在哪？这个市场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，就附近随便找了一个菜市场。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补充一点粮食，口粮啥的。这叫什么？没有看到这个市场的名字。反正里面还蛮全的，卖菜呀。那个熟食待会儿看能不能买一点，正好逛逛本地人的农贸市场。老板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还可以吧。好嘞，拜拜。好嘞。再买什么？熟食肉有什么呀？肉食吗？熟食这边是椒麻鸡，要不要买点椒麻鸡带着？椒麻鸡能够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吗？这个我怎么扔了？哎呦！哇塞，这是猪肉啊！这是汉人的市场啊！我们今天去哪里呀？鸭子、卤菜。有能吃啊，还是要吃的。反正一样，一块钱，四块钱两个人，是吧？这些凉菜啊，这凉菜要不，哎，饼，这个狼，要买狼，再买一个吧。这个狼，这个芝麻好多呀。这个是咸味的吗？嗯，对。这个挺贵的。嗯，那是对的。几个？来个热的，几个吗？窝窝囊是哪一种？这个都是芝麻，看看。这个好厉害，这是我们老婆那块。还有窝窝囊，再来一个这个。有热的吗？哪个热的？热的。辣的是哪一个啊？这个是凉的，这个麻辣的。要不要是两个麻辣的？就一般的口味的，不要辣的。6.5对吧？6块。但是这个是什么馅？这个玫瑰花的。玫瑰花的。玫瑰花的。这个很大的，这个。哪个是甜的？这个甜的。这个吧。这个也可以直接喝，这个你这个一杯子3块，这一袋子4块。哦，那也是划算。你现在是喝，你就拿杯子的方便，回家喝拿袋子的实惠。嗯，拿这个拿袋子的，我们有回去倒在杯子里面。哎，你倒在杯子里，你两个喝就够了。对。这看着蛮那个的，哇，好热，刚刚出来的还是热的啊？刚刚出来的新鲜豆浆。哦。我们的豆腐。我从这边4个口就可以了，3块钱是吧？啊，好划算，是3块钱吗？四块钱啊，四块钱，好划算。要点豆腐吗？这么大一杯。这么大，这起码可以分个，起码可以分4杯，这个。这个
口，绕一圈就可以了。怎么没看见那个水果呀？咦，这皮蛋要不要吃几个？皮蛋，哇，我做烫肉，猪肉吗？这是猪肉。对，就这个。好的，吃这么多。不看，没看。这蔬菜还是蛮多的。水果的地方。买点椒麻鸡带在路上。吃了这么多了，感觉还是椒麻鸡好吃哈。正好我们也有冰箱。这个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卡瓦斯。本地的本土饮料。哦，本地的，就是伊宁自己的那种卡瓦斯。我说的名字好像不叫卡瓦斯，叫格瓦奇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是看你哪家先注册。哦，其实口味应该差不多是吧？东西是一样的。东西是一样的啊。哦，就有的你注册了，这东西不让人家用了吗？哦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尝一下这个啊，伊宁的那个格瓦奇。大的是1.5升的。哦。大的是3升的，小的是1.5升的。那1.5升的吧。1.5升多少钱？十五。哎呀，20。那拿这个。那大的，大的吧，当水喝。这没酒精吧？开车可以喝吗？这个是有啤酒花。有啤酒花，那就有酒精含量是吧？这个我具体的倒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喝过这个开过车。哦，那就是不能开呗，那就买，买单的。这个加。我开车不喝。就是20，就是50嘛。就是图。好的。就是图它划算。你看这个小的嘛，这个大的，觉得还是蛮大的。你们是外地过来玩的是吧？对，我们来旅游的。对。正好路过伊宁。来，这个冰一点，给你套了个袋子在上面。好嘞，行，谢谢啊。再见啊。嗯，我来拿，走。这个呢，正甜性的，那个是南疆的，那个蝎子甜一些，20。好吃吗？可以。这是有多喜欢吃水果呀？水果买了好多种了，嗯，是吧？公斤啊，都是半公斤的价钱。我感觉你买水果比买其他的要什么？它本地大方一些。老爸，给他称一下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武汉那边。好了，看了。是啊，这后面有牙大爷，有啊，那就好几个，三个超市，有个美廉美，右拐出去，还有个。这市场出来以后，发现这边卖水果更多，是不是啊？这边卖水果卖的更多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感觉挑花眼的感觉？没有。这外面更多品种。那个杏子好好看。是啊。没办法，买这么多了，还在逛。还在逛，手上拿不下了。他两个手拿满了，我也拿满了。走，还不走吗你？走，你真是流连忘返的啊！就逛农贸市场，我感觉你就可以逛一天了。因为这次出来比较匆忙啊，小家伙什么东西也没准备，这两天在车上面不是玩游戏啊，就是玩手机。他自己都觉得无聊，说想买本书。但找到这个书店好像感觉是卖中小学生那个辅导的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。都是这种习题书，考场作文大集。
中小学生的。买个啥？国家地理。国家地理，咋了？你还喜欢旅游起来了？马上学地理。啊，是这个原因是吧？我以为你喜欢旅游嘞。把你带出来旅游一次，你就喜欢了。好，回去了。终于有点收获啊！这车上日子好混了是吧？嗯。今天在伊宁的，这叫北京路吧，上面来探店。崔氏丸子汤，啊，听人说这家不错，也是听本地人介绍的。老板，开开收了，没事，没错。丸子汤，丸子汤、丸子面、丸子米线、三汤红豆臊子面，在这上面，美女快乐。酸汤馄饨。我要一个酸汤馄饨。好，那我就是小碗丸子汤，好吧？嗯，你们尝一下丸子汤吧，这是他的免费榨菜、腌菜。来一个小碗的酸汤馄饨，一个小碗的丸子汤。就这样子。两个，然后那个。哇，这是骨头。骨头汤，这红的飘的是萝卜吧？这是用牛骨。哦，牛骨。牛肉。哦。然后胡萝卜。哦，那我说错了，我以为是羊，是牛，也是牛肉，牛肉。所有用的东西都是用的。哦，都是牛肉、牛骨头熬的汤。那个是一碗丸子汤是吧？啊，那是给人家做好的。小碗的、大碗的。那是小碗、大碗的。大一小，这是丸子面。哦，这是大份的，这是小份的。啊、这是大份的，大份的小。那我们就来一个大份的，然后再来个馄饨，可以吧？行不行？够不够？够。这是大份。这是小份，差别是多少钱？5块，那就一个大份的丸子汤，一份这个酸汤馄饨。我尝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手别烫了，手。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干的。我都饿晕了，现在已经12:30了，我们才吃早餐，哎。油塔子。这个和那个花卷有什么区别？软，你觉得吃一下，和花卷有什么区别？这里面软的，里面有油，软的。看，我看里面有内容吗？啥也没有吗？看好吃，嗯，好吃。丸子汤，有牛肉，牛肉片。这个哇，这个牛肉块哈，挺那个。黑木耳，菠菜。葱花，这是牛肉丸子，这是，哎，这是那个了，粉块，凉粉，是吧？粉块，还有冻豆腐，冻豆腐，还有吗？菠菜，还有这大白菜啊，粉，还有粉条，啊，来尝一尝，和我们上次在那个服务区里面吃的有什么区别？我感觉分量就那个些，我们那上次那个是吧？吃的挺贵的。哇，这是我的那个。先喝口汤。是我点的酸汤馄饨。不错不错，这个好吃多了。正好开一下胃，正好不是。可以吧？不舒服嘛。这个分量也可以啊。还有西红柿啊，给点西红柿。这也是菠菜。这圆的很好吃，一定要吃啊！这丸子蛮嫩的。不错不错。丸子，你尝一个丸子啊！哇，丸子都被你们吃完了，你们太厉害了！这里有啊？哪有？没有啊，哎，最后一个丸子，我的天哪，我差点没吃到丸子。这个这小丸子不是特别大，怎么的？哎，好。完了。还有点哭弹的感觉，牛肉丸，牛肉丸子，这感觉是我们这次到新疆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餐，早餐可以这样评价吗？是饿了吧？12:00了？不是，
不是饿的问题，是味道不错，是吧？对我们口味。难得听到你们说好吃啊，不容易啊。这个馄饨也不错。来剥个大蒜，入乡随俗啊，小子吃个大蒜吧。吃了要吃大蒜，杀菌消毒。反正你又不说话，在车上面坐的就是玩手机，又不说话，不怕有味道。凉吗？凉了。对，看到没？对了，哎，没剥皮，我去，剥皮就吃，太生猛了，哎，一个都吃了，一口都吃了，这分几瓣了？这一个，这辣，你吃了不辣吗？嗯，对。活动完开车不能吃饱，吃饱容易犯困，你们多吃点。拿勺子舀。老大说，网上评分不高，但是我们觉得很好吃。是哪个评分呢？嗯，就是大众点评啊。大众点评。我们这家店是我们在等车的时候，然后旁边有个人来看我们房车，那个当地人，他推荐我们到这来说这里特别好吃。这北京路是吧？嗯、北京北路和北京南路这块都有很多吃的，好吃的特别多。然后他随便说了一口，我们就吃了这个了，丸子汤，再尝一尝。特别推荐丸子汤。嗯，对，特别推荐。胖光了，好吃，健体。以见底啊来证明这个确实好吃的话，这个我的广告打的是不是太那个太夸张了？不广告，不是广告，确实是好吃的。好大一片薰衣草啊！这个好像不比那个我们的那个红茶的少。好土豆，只是那边集中一些。是的，这边是种植园，那边就是那种有参观的。这还不是蛮大。是啊。吃完早餐了，我们现在准备从伊宁赶往拉纳提，去看大草原。哎，伊宁，拍，伊宁。看到没？看了。对啊，飞走了。这样经常能够看到这种鹰啊。而刚才在高速上接了一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，好像是伊宁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防疫中心。对。刚打电话问我们今天是离开还是继续逗留。好像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，昨天也给我打电话了，跟你也打电话了吧？昨天接了一个新疆电话。我说我今天走，已经离开伊宁市了，刚刚上高速。哇，他一听就，哦，好，挂了。我感觉像送瘟神一样，你终于把终于走了，终于走了，就那种感觉。到了新疆这边，疫情管控比我看所有的城市都要严，包括武汉也严。我原来说过，武汉戴口罩是几乎上是90%的人是有戴的，对不对？在这儿，我觉得它的就是口罩佩戴率比武汉还要更普遍，随时都可以看大家都戴着口罩。然后它这个管控也是从高速，你比如说到了另外一个市，一下高速。他就要你去打那个不是打，就是检查核酸，就给你测核酸。听他们当地人说，这个地方3天测一次核酸，然后有的那个店铺上面也会贴上一个牌子，说必须7天没有测核酸的，还有没有打什么预防针的，他们是不接待的。所以足以证明他们这块管控是特别的严啊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是的。今天就去拉纳提草原去玩一玩，然后明天趁这个独库公路的中下段、南段
还开通，我们就赶紧去走一小段那个独库公路。我就这样想，哇，这边到处都是这个音啊，翱翔的音啊。